是患者案例绽放，泪水顷刻决定和天上敌人的欲望，把你我烧成灰烬、yeah、爱是两颗心的藏匿，越美好越会变得压抑，无法克制的控制愉悦，爱让沉默迷雾变成赛口赛口，他们说的时间完全不够用，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们都不能承受，可我总是在这里看着你，却不及告诉你，到底是想抱着你还是想要忘掉你，而去化作案例绽放，泪水顷刻决定。